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金猫。上一次我们终于干掉了传说中的黑帮老大，现在我们就到他们内部来检查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人。咦，这里竟然有钱，没人看见吧？那我就收下了，反正这个钱估计也来路不正。这还有把枪呢，这里还有一把，我去，发财了发财了，我要把这些枪都给收着。这个屋子是干啥？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难道是审犯人用的？这里边还有人呢，过来看一下。啥？你现在很忙？好吧，那你先忙，我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自己参观一下哈。这个椅子不错，我坐上来体验一下。这是个电动椅子，哎呀，电死我了，不行，我得赶紧下来。再看一下别的，这个是啥？我再试一下。哎呀，转的我好晕呀，头好晕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赶紧下来吧。这一个是什么？原来是木马。算了，这个我还是赶紧下来吧。没想到黑帮内部竟然藏了这么多残忍的刑具啊！这位大哥，你确定不需要我帮你吗？哎，看你这个样子还挺享受啊。但我估计你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就让我来送你上路吧。这位兄弟，你又犯了什么事儿？啥？你吃了老板的蛋糕？这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啊。那也让我送你上路吧。好的，现在整个黑帮都已经被我铲除了。哎，又是守卫小镇和平的一天呀。拜拜。